去梁感情啊，喺东莞市第一批跛埋嘅承传人。我系石龙人，就做呢行就做咗有30年噶啦。啊，好正宗嘅传统苗腔木剧。打粉底，散洗色油油，嗰啲女嘅就要品埋高纤冰，油埋高纤冰，六个干咗之后再做一种干嘢，七个，然后仲有嗰个爹埋嗰个批嘅八个。嗱，如果讲到我嘴巴忽，打底啲要打几次嘅，即系挖雀仔用白油打去雀仔之后咧，仲要等佢干咗够颜色，即系计埋咧15个斗啊！茶山城就咧就有几百年历史嘅时期噶啦。咁啊，即系本地嘅文化传统，即系省个南邓咧，就必须咧就要买呢个茶山城仔，即系每条村中都有间茶桶噶嘛，系嘛？买翻个茶桶壶啊，佢摆个茶桶壶，摆完之后又排翻一鸡噶。好多小朋友咧走去攞埋以前冇有嘢拎啊嘛，好多人去佢先攞噶。雷公仔咧就嗰个除咗古藤系嘛，嗰啲宝田咧吓，嗰啲宝田个好多嗰啲荒地噶系嘛，就面头嗰种咧我就唔要啊，要对二对三种嗰啲冇沙质噶啊，靓噶嗰啲比较厚噶，因为嚟晒干佢啊，又要除碎佢。隨水佢打到神色，嗰啲內比較堅硬，講只上毛居。有度咧，以為我燒固噶，實際冇燒固噶，唔常燒嘅，唔使經過燒，經過太陽曬。點解茶山城仔？點解古前國？佢一往以來都係個古前就不顧後，即係講。即係得前面個樣啊，後面其實係冇，係個平面嚟嘅。只可以有前面，但係顧前顧後，顧前顧後啊！幾百年前，走路嚟代供養教法。